来感情亲像冬天，寒冷的你心无我无依，痴心的等待到底要到何时？摕我的钱行我家己，你是得够燕头呢你啊，啊，够天才呢你啊！爸，爸，这个代志跟阿妹无关系啦，是我拜托伊安尼做的。啊，是你的主意。对，因为我唔敢看到阮爸为这条钱，伊伫咧世界走走，我咧烦恼，我想要替伊还钱啊。啊，不过我的钱要等后个月才会来。所以我才会跟阿扁参详，看伊会当跟我斗相共无？爸，伊若要怪怪我，咱怪阿扁啊啦。钱是我的呢，你要安那用？是不是爱找我参详？你找阿扁要创啊啦？啊？爸，明明只是找我讨论，啊，最近想办法解决，这拢是我家己决定，拢是我唔对啦。阿扁，爸我是我想的，跟你无关系啦。明明钱是我经手的，那唔是我家己决定，谁来讲拢无效？爸，那钱过两天我一定补回来。这件代志哦，我一定打起来。你若是爱我离开这间公司，还是要告我，我拢无意见。你唔通硬说讲是我的后生，我就袂对你安怎啊？你就要从这钱打起来？爸，我都已经跟你讲过啊，这件代志跟丈人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是啊，爸。我爸真正唔知影这个代志啦。我唔相信，别人伫替伊还钱，伊也唔知影。你啊，咧恁老爸有够无路用啦，家己欠人钱，家己爱还。参照为着要行这个债务，叫恁阿妈到这租厝，大家爱分。因兄弟啊，这一人分一半吼，伊家己会卖掉啊。这款的不好的代志，伊都敢做啊。嘛，佫叫恁遮做事实，做这款的代志，实在有够可恶的啊！我的钱，无了，爸。爸，爸，你莫出无。爸，爸，爸。爸，阿伯，你准备安怎啦？紧等看卖啊，莫有代志，乌溜大条，紧啊！爸，家己厝里开病，手术中，好像没老师看。哎，哎，国庆做无面子，你知？啊，当然人介绍的啊，讲什么偌厉害，拄偌厉害。啊，唔是打电话问者，去到遐才知影要预约，啊，白走一撮。啊，我来知。妈妈，来。贝拉，阿达你是准备好阿未啦？嗯，妈。啊，这个葡萄准备物件较侪，我真正用心在准备，所以会较慢啦。好啦好啦，啊，搁欠啥哈？嗯，弄餐好啊。餐好啊，就创啥就紧摆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喂，你要创啊？拜拜啊。都拜。真啊！你在起笑哟！你莫看人，看葡萄那么伫外口，有人在要厝内面摆啊？我唔知啦，啊，无人甲我教啊。到底毋是剩一寡葡萄的资料，啊，搁有人教？啊，敢讲你拢毋捌，你拢捌葡萄过？啊，你莫看人葡萄在要厝内面哦。啊，伊早阮兜拢阮爸妈准备的，我真正毋知影。是要带搬出去啦！哎，爸，唔通啦！你手受伤啊啦，唔通去搬重的，互妈去就好啊啦。叫我搬？无别人啊！啊，即摆爸手受伤，我阁有心嘞。啊，搁再讲，我腹肚内面这个宝宝是爸的贵人。难道即摆运势这么歹，他靠我这个宝宝来和咱兜扭转乾坤啊？你讲起吼，我这个宝宝是咱家救世主呢，哪会当让伊发生什么意外啦？你讲你巴肚内宝宝是救世主，啊，你唔着变作是啊圣母玛利亚呢？哦，哎，对，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啊。好啦，我吼先顿你啦，
等你的这个救世主呢出世了吼，啊，你这个圣母玛利亚就剩尾后迄三字啦，玛利亚。啊，啊，一出世，我就要做玛利亚，做佣人哦。纯粹啊，你手续上无我来办啦。哦，你这个。宝宝啊，啊，你千万唔通上早出世诶。我来开门啊。啊、你来创啥？我敢有请你吧？马上出去啦！哦，我大面上搁坐落，你看。你卖真水啊！你实在有够可恶嘞啊！你明知影阿扁足听明明的话，你叫恁查某囝来塞弄阿扁，叫伊来骗我，啊？你是在讲啥？我当时叫明明阿扁去骗你，免得遐低级啦！哦，你即摆抓准讲我甲以前同款，公司的笑目我拢无在看。你是在胡白讲啥啊？我讲，上好是家己行出去，阿无大概是真歹看。歹看，嗯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叫阿扁落去挪用公款。摕我公司的钱，才来还我你欠我的头一期的迄落债务30万，对不？是毋是安尼？哈，挪用公款哦！爸，你今天做什么代志哦？莫听伊咧胡白讲啊！哎，陈水啊，阿姨在创啊？这个白话胡白讲什么？我叫明明跟阿扁去偷用公司的钱呢？偷用公司的钱？啊是偌济？30万呐、啊！哼，有可能？哪有可能？对啊，亲家，啊你明知阮爸无钱，你搁超工去告伊，阮爸是这么怨恨你呢？啊伊若准讲要叫明明去挪用公款，伊嘛会摕300万、3000万呐、啊，要哪有可能讲摕30万呐、啊？等，无你即摆伫咧讲啥？你即摆伫咧讲啥啦？爸，啊，爸，你慢点啊！啊，对，这个事我先跟你讲，咱先等啦。恁来了上拄好。对不？恁大家当面落去对质，看前面人伫咧讲白山。我讲哦，伊是有心的人哦，爱把客惊着。你惊着？哼！明明啊，到底什么情形？爸，这个代志，小叔在遐去拜托阿扁跟我斗相共的啊。我本来想讲，等后过月我家己报转去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想知影，我这啊，你唔真正摕去30万？哦，是个啦，我知影我咧做是唔对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甘，我爸为着赚钱做个遐尼艰苦啊。明明啊，你哪只戆啦？迄1500万是恁大哥家己送出来的啦，是伊先无你的，我才无咧惊伊咧，哈？我伫咧无你，哎呦，你妈真水啊！是啥物人伫咧偷工减料，害公司了遐尼侪钱？过去啊，我受过信任你啦，才予我安尼排遐尼侪债务。啥物？你即马伫咧讲我无你啊？免甲你家己讲啊，安尼啊真高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公司若是赚大钱，你啥物都袂计较啦。哎呦，我甲你讲，这甲这个工程哦无共款啦。无对啦，啊，不过毋是别人比我较贵。是我比别人较歹运，哈，较歹运，参照你这种人叫家，叫家你知啦吼，家己的查某囝囝婿都假利用的人，什么人敢跟你合股做生意嘞？你跟我讲，爸，明明，爸，那30万，真是我家己决定的，阮丈人拢唔知影，你无需要替伊讲话吼。那因翁阿母啊，我非常非常的了解。伊都叫你教教嘛，明知影吼，你无可能去拒绝伊啊，伊唔再想出这款的办法。我若有做，我随在你安怎讲，我都无叫明明安尼做，你唔通后背无牢啊！哦，安尼听你讲起来，啊是明明对你有好心啦吼。哇、哦，你妈亲嘴，你妈真厉害呢，查某囝吼啊教到遐尼好，对你遐尼友好啊！你免现身啊，如我再生。
你也认命啦。因为这款吼，无惜一切代价爱甲老爸斗相共的查某囝，像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，你根本说袂出来啦。啊！哦，阿你妈清水，你讲话有影有够苦嘞。我安尼挺你东山再起啊，替公司排遐尼济债务。大家分分啊！你是欠公司1500万，我是安尼目睭吼，气一蕊金一蕊，凊彩甲你算下才1500万，啊，若无算起来是唔安尼呢？啊，你即马伫咧讲我无情无义啊！我若有一车律师，我都袂互你拖咧1500万啊！阿东，我啊，不要紧啊！你若是讲对这个债务若是有意见，你会当找法官讲啊。法官若伫咧判你讲要行。我绝对袂相信，啊！那无这条钱你一定爱还我。好，我来讲啦，我若欢喜，我就会还你啦。啊，你若无，我就等着做你去告。你叫法官拍卖我的财产啦、啊！哦，你即摆掠做讲你无财产，我都无你的法的哦。我跟你讲，这条钱我一定要做，无可能让你傲慢去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除后不准你过来威胁阿扁跟林明明。来挪用我公司的公款，要那无好，到时你就会知影，什么叫做无情无义啦！嘿，爸，爸，爸，神经病啊！讲你会多，爸，是的啦，我的想法真正是过天真啊！爸，这跟明明真无关系。这个拢是我家己决定的，拢是我唔对啊！你搁讲啊，我知啊，恁就是为着，莫让我有着债务问题来操烦，恁才安尼做的吼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转去啊。哎，啊恁两个吼，千万唔通为着这条代志，其实影响着恁阿母感情的，知无？我无，我先来转啊。我先转，好啊。是嘞啊。即马厝里的代志实在是有够侪啦！我咧想吼，要是加买一寡物件当个拜拜，拜有较澎湃，看你会当有帮助无？好啊，无你搁加买一寡。妈妈，我去买哦。啊，你的主意毋着你买。不过我是咧想讲，若是甲风水有关系的问题，安尼敢会有效啊？哎，去买一寡，有好无歹。哦，好。哎，哎呦！贝拉头拄仔讲风水哦，啊，敢是单位风水搁出问题啊？敢会是迄对门煞的关系啊？啊，你是讲租厝啊？对啊，啊，自从迄个高档的甲因的公妈迁去咱租厝了，啊，就歹事连连啊！这代志若无紧解决哦，我也毋知要搁出什么代志。不过，迄个小姑是无简单，才把伊个地买转去，免了可能阁卖出来，妈的是变怎？伊唔卖，阿兄会卖啊？您说的问题吼，要好好处理。是，董事长。好，安尼无你先去。是。好，老师下令。好，爸，啊，你今哪敢有食？今嘛几点啊？你是要食下午茶呀？你两个来找我，是有啥物代志？爸，董事长，你昨有交代我去甲邱昌签合约。迄个黄董事长啊，对合约的内容还阁有疑问，明仔载我会阁走一转。嗯。好，那明仔来找爸爸，你说。杨哥，你联络迄个张特助，看出来有啥物影响无？是。啊。董事长，你看起来敢若真忝的。
要喂，想法当初丁秀坤一个，来先来走，来。爸，你昨昏已经无困好对不？我来替你按摩啦。今晚是上班时间，那免按摩吼，等下厝倒啊。爸，你是不是惊我嫁出去了，无人甲你知呢，替你按摩？ 所以你才无想要我这样紧过好用好。你来找我是有甚代志哦？爸，我甲你保证，我嫁出去了后，嘛会逐天来公司替你按摩，你嘛反对无？办婚礼不是这么简单，讲办就办。老师弟，我会过去甲我妈讲，其实婚礼什么时阵办拢会用得。 对啊，我已经准备到差不多啊，什么时阵办拢会用着？你着给我甲永和后壳我结婚嘛？查某囡仔一定要嫁好啦，安敢会用笑着？人要笑着互伊笑啊，会着。我甲永和是亲妹夫嘛，大家拢知影，我就是要嫁互伊嘛。啊，你是咧逛紧啥？恁两个读工念条条，甲嫁互伊毋是共款？这当然嘛无共啊。 爸，你到底是咧顾路啥？我俩准讲你一定答应，想到你会反对。我唔想反对，我认为无需要提早。永和，逐工伫公司处理这些代志，啊，照阮来计划，毋是真好。爸，你慢点啦。小乖乖，你若听话，我就真欢喜啊。爸，我。 我最近那时候，逐工拢有读个听。爸，我是你的查某囝，我当然嘛会听你的话。我今仔日甲永和来，定想要了解你的想法啦，看你到对阮的婚事，佮有甚物顾虑啊？我袂安尼做吼，你着听我的话就对了。爸，你之前不是讲咱两个人要做无话不谈的妇女？ 你看，我怎么什么话拢甲你讲啊呢？啊，你嘛袂当臭话啊！小乖乖，我安尼考虑吼，是洪水仙怀疑个。洪水仙呢？我进前就有客，我甲永和伯离去好过啊，后过我要结婚的日子嘛有看过啊，拢是好日啊。迄含恁的代志吼，无关系啦。那安尼到底是为虾米啊？最近吼。 我甲咱哥家讲嘛，煞伊在土地，那恁两个办婚事，我今日冲拄着，会煞着恁两个啊！啊，公妈的代志，谁人要扯起遐啊？安尼对哥家较好啊！好，就是因为安尼哦，啊为着安尼，你着把我和我家永和结婚，你安尼哦根本就是为着家己嘛！哎呀，乖乖，我唔知你咧讲啥。 当初就讲来真清楚啊，这拢是为着咱，所以才会想要提早举办婚礼。嗯，对了，以后永和拢会伫这间公司上班，若不甲风水过好，万一害公司出一个差错，安尼袂影响着恁两个婚姻。婚姻哦，是爱靠两个人去经营去维持的，甲风水也无关系啦。好了好了。 你也无爱听我的话，你照你家己的意见倒。爸，董事长，以后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你唔通生气。我有代志要办。你看董事长人无爽快，今仔日本来就不应该问伊这件代志啦，去家己室内啦。 爸，是的。董事长，姚文伊是有催我心，等下我来甲讲一下。永和，麻烦你去安慰一下。哎，小老师。 董事长，
你要破土的物件，我拢已经准备好势啊！咱即摆就当来林家迄块土地啊，来破啊！我公司较大个所在，我拢摆过啊。我妈也敢来？哦，当然咯，好兄弟四家嘛拢有。嘿，啊，只要是你个所在，拢嘛爱破。安尼好兄弟，唔知安尼要祝你安尼继续兴旺落去。啊，而且。你来不时等于拜公妈，让林家的人知影讲，迄块土地真正的主人是啥物人。啊，你伫普渡祭拜的时阵吼，迄气势吼爱甲压过去，让因林家吼安尼，让你起个第一家家，吼安尼以后，你要甲迄块土地去收得回来的时候，都较比较困难啦。好了，咱来去。好，来来请讲。苹果吼都爱拜后才能吃哦，可是苹果还这么多。因为拜拜吼爱单数，啊你提一粒就变双数，安尼就袂用你拜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单数？前方啊，我是安怎拜拜吼都爱徛喺袂影响的啊？是安怎？啊，都因为小豪啊，因为吼。单数是属阳，吼，双数是属阴。啊，你那是想要了解这阴阳的道理吼，大汉了吼，你当来拜我做师傅。啊，阿伯吼会教所有的吼，拢教予你知啦。你要对你这个会教来当师傅？对啊，拜你这黑心师做师傅，安怎？是大汉学要做，安怎害人？哎，是啊，你安尼讲话无公道呢。啊，你明明做啊，无学风水啊，不是同款害足济人的。小豪。去跟阿祖讲，物件拢准备好啊，请伊出来拜拜。好。你去啦，咱是要来普渡的，看对个方向较好。哦，方，嘛是着这个方位上好啊，你。啊，这上好。你把迄个内底刀啊抄出来，啊，将它刷起来。哎，我落班是正好，你叫我刷啥啦？来，青红兄，迄只一半土地是阮高董事长的啊呢。啊！你那呢？家咧刀啊啦，物件啦，安尼菜碟遮，啊！你家咧秘书代表讲啊，这规个租厝啊，拢是恁在负责的，吼！啊！你意思就是讲哦，啊！你代表阮高董事长在普渡呢，啊！你变来用的哈？哎，啊！阮都刀啊摆是遮咧摆，也袂接到恁的位啊啦，阮无可能煞啦。这都毋是有超过无超过的问题啊！你好兄弟要来分得清楚啦。中原普渡个人拜个人的，啊！这甲国家有啥物关系？哎，是啦。阮高董事长啊，这安尼吼，对这个社会公益的活动啊是非常热心啦。安尼铺桥造路，观看这些，安尼吼，伊若是安尼来替恁铺道，安尼是恁恁家去分到伊福气，是讲你赚到哩咧。阮吼无需要去分到什么人的福气啦，恁若是过恁那边遐拜啦吼，啊，阮在遮拜好好就好啊。你是讲要叫阮高董事长安尼甲恁悄悄的做伙安尼铺道哟？啊！你要来用的啦！嘿，咱高档市场，人个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？哎，恁咱调工安尼吼，市人个身份吼，哎，足无公道呢。普渡拜拜比的是诚心，不是比什么身份地位。小女啊，卖插伊啦，咱拜咱来啦。嘿嘿。你即摆是拍算真是无要煞就对啊，唔呢？阮绝对无可能煞啦！你若敢顶动阮的物件哦，我绝对甲恁讲。啊，是啊，讲话蛮咸哦。阮高档是伫公司受法律顾问的哦，要来要烧高吼，是无咧惊你哈。好。普渡是珍珠比较欢喜的代志，卖甲场面创啊遮歹看啦。你搁坐一下，搁坐一下，坐我对搭吼，搁切到，哦，我这手来摆倒啦。哎呦，当时你毋知影，因占恁高家的土地遐济，啊，你到即马才要甲土地安尼讨倒转来尔，已经对因真好啊。哦，我呢，迄那时呢吼，放因落软落去吼，因为软土深骨啦。张奎啊，你遐乌白讲啥？啊，正当时阮老爸要买这个土地时，地段写乌字写甲清清楚楚。高董事长，我老看哦，我是用钱买的，不是用霸占的呢。
哎呦，谁知影讲恁当当时咧买土地时，是不是有用啥物无正当的手段咧压迫的嘛？无，你怎个想得过你个？我讲，我卡伊达这边的土地啊，你是茫乌白来哟？我讲乌种皮啊，你若乌白的批评着阮老爸哦，我唔管你卡大你知啊，我照常给你还。我讲，当时你了看。我第一次站在你这边啊，吼，安尼伊讲咧，你是双声，你根本都无甲你告假，伊刚刚放在眼内嘛。哎，小豪，阿丽来做嘞。阿大说董事长阿伯来了，要请客人先进去。好。阿这位请我进去坐啊。好，谢谢你甲讲，我进去哈。这一定是有啥物阴谋，你唔通去中计呢。哎呀，你人个好意，啥物阴谋啦？哎，卖讲乜乜。你小心干我！啊，来，大子弟，来，我给你压。好，来，来，请。哎，好讲，哎，对嘛。小罗，啊，咱慢点来看卖嘞。好啊，你好。小姐。好，谢谢。快，大子。红人之心不可无啊！来，我看卖。我来，张奎啊，你拄仔正讲红人之心不可无，也毋过头一下佫有一句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你是袂记，也是毋敢讲。阿妈，人咧讲利多必诈，无代无志，请阮高董事长去来坐。我怀疑吼，恁是不是要出什么奥博来保护阮高董事长啊？我是不是上高用奥博的人哦？是你，不是每一个人哦，拢参像你遐尼啊卑鄙呢？歹势吼，用计去对付好人，这确实有遐真卑鄙。也毋过，若参像你人家拢出一寡吼，起这个乌心厝害人性命、背情忘义的这种败类，我感觉我对付恁这种大族啊吼，我是得替天行道。是嘞，感谢。对，当初都不要，买个家代志啊。阿妈，你叫我入来有啥物代志啊？你今日要来普渡，要来拜拜，啊，为着要完成恁老爸的心愿，我知影讲吼，你应该是敬天敬地、有孝道的人啦。啊，尤其吼，你生意做甲遐尼啊好，有成就，对恁国家的祖先来讲，因会感觉真骄傲啦。这拢是做人的本分啦，哦，不需要特别提出来讲的。就算我赚了大钱，这对咱国家嘛不算啥物。是啦，你若是用迄无正当的手段赚的钱，恁国家的祖先敢会欢喜？阿姆啊，老大人啊，讲话唔得较客气咧。阿姆，我做生意一向是规规矩矩。你若是因为会半面的做出土地给我买来，用种话来攻击我，安尼我就对你真歹尊重。郭先生啊，你为着要买阮这块土地，不择手段，改风水。耍公嘛，安尼来伫咧害阮林家，敢真实是光明正大的生理啊？这是两回事咧，阿妈啊，这块土地本来就是高家的，今仔日阮若是无出一挂手段，用一挂这个安尼好方法咯，恁哪有可能把迄块土地阁卖还阮高董事长？迄块土地。是恁哥家的感恩。你合约提出来给我看，白纸黑字写清清楚楚。你即摆咧讲啥，我听无啊。那安尼，我请问你，恁哥家来台湾，到底是第几代啊？按阮登山做算呢，应该是第四代吧。第七代，你这块土地
是第几代买，还是甲啥人买？这我无想清楚呢。要哪安尼？今仔日闹来提出契约，证明讲迄个土地是伊的，要来卖互恁哥噶。伊嘛是甲你同款，不择手段，逼恁讲一定爱甲迄土地卖互因，恁会感觉安怎？阿嬷，你若真是有这个人，你甲叫出来啊！卖讲遐济啦，你得。是，好。阿母啊，阿甘真是有你讲的迄个人啊！嘿，你点点啦，我即摆咧问高董事长。阿母，你即摆是要甲我讲啥？麻烦你直接讲好。高董事长，我知影你是真有孝的人。要完成恁老爸的心愿，也逼阮公把这个祖厝卖乎恁，用迄款的刷公马改风水，哎，你安尼做，未免是有过分咯。阿妈，你安尼话，拖咧乌白转，你得割稻菜刀跟番茶才入手。要恁阁用公马来伫咧害人，我相信恁的祖先吼，嘛袂同意你的做法。等，安尼是对。我要让你了解，我唔是讲吼，因为这块是风水宝地，我安尼甲占掉咧。土地才是主人，我只不过是住伫这块土地的过路人。世间的代志，互咱料想未到的啦，唔是讲你想要占有伊，都有啦。一个。恁哥家把这块土地卖乎阮，阮是来保守掉的这块土地，真感恩讲，伊予阮住伫个遮，予阮安居乐业，这是阮的责任，也是阮的义务。阿母，你即马讲这个意思是？我甲你讲啦，无论你出偌济钱，也是讲你甲害阮林家呢凄惨落魄。就叫阮土地卖乎恁，迄是无可能。不啦，阿母。以后吼，恁若是阁用什么恶毒的手段，安尼，你就写恁哥家的面子，侮辱你的人格，这点你爱讲吼。哎，科长处长，伊安尼讲是超工要涨官价，你唔通叫骗去。莫去讲咧，阿母，你讲话我有听咧。不啦，当处长。土地代志，我另外拍算。以后你莫插手。郭董事长，你林家的人吼，你心机真重啦！这若无我吼，你打袂赢因啦。郭大伯，讲话都没有举手，这样很没礼貌哎。无你们小孩在讲啥？那大人在讲话，囡仔人有耳无嘴。是啦，好。多谢你这杯茶，感谢哈。我先去嘞。当夫人，咱去普陀拜拜阿弥陀嘞。来，当夫人，我给你压好。来，当夫人。阿母啊，拄只迄高当处长讲叫迄个乌心师哦，莫搁插手土地的代志。啊，你讲的话吼，伊有听入面呢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好啊，小女啊，啊，这郭先生哦，是毋是有甲阿母讲的话哦，听入面哦，这到时阵就知啊啦。行，来拜拜啊。哦，小浩，感恩伯道三公。好。好，行。来，小浩来。
小豪，啊，这箱吼啊搬入来灶卡。好。哎呦，小豪啊，真搞哦，你还到搬哦？对啊，我长大了，我是齐商和念祖的大哥哥。嗯，对啦，大哥哥，哦，乖啊嘿。好了，行行。来来来来，小鹿啊，这卡吼。啊，带一寡物件啊去病院吼，互明德阿姐，嘿，看看啥。嗯，无够涂骹哦，我过来伫脚涂骹。啊，唔是啦。阿母啊，底下吼是有够大骹啦，我是烦恼明德阿姐手术啦。哎呦，烦恼这哪有啥物路用？叫你免烦恼嘛是无法度啊，也毋过吼，都爱听医生的话啊。你无听你讲，哎，阿着爱神，阿着爱灵，我这来庙的吼，求妈祖无保庇啦，哈，嘛只好安尼啊。阿伯，是啊，你来啊。阿娘拜好。嘿啊，拜好啊啦。啊对啦，啊恁看提啥，等下恁人较济，嘿，提过。哎，免啦，阿伯啊，好，阮嘛穿甲足澎湃呢，对啊，母啊，我拄仔伫外面看，迄金蛋敢若一骹尔，啊，迄高档的伊，迄公妈毋是请入来，安奈无来拜？唔啦，啊，伊讲吼，钟馗有来啦，讲要拜啦，啊，尾后讲无拜就全要转去无。哦，人都已经来啊，无拜就走。有啊，看就知啦，伊一定是假神要来普渡啦，啊，其实要找机会来咱的祖厝动下手，报复这叫害咱啦。诶，是啊，啊，因离开了，你看阿兄，敢无去龙平遐巡看卖？啊，高董事长礼拜甲阿母讲几句啊话，伊就直接走，伊无去林荫迄边的公妈厅。安尼哦。哎呀，就算讲迄高董的，伊无入去因公妈厅，总归迄乌心山吼，伊万一踮外口放一个什么盆栽做一个法，咪当害咱啊！你放心啦，迄厝前厝后哦，也无嫁出来分债。阿哥阿妈，嗯，小豪，阿妈甲你讲，即马租厝问题足多，你唔啊靠顶头都要转来租厝，知唔？嗯，我知啊。啊，你是甲小豪，你老爸讲啥啦？啊，租厝他有啥物问题啊？哎呦，阿兄，你卖天气也好啦。迄自从高董事长迄公妈刷去咱良平了哦。明天就走出去啊啦！啊，佫个想要带出去走几暝，啊，大家是找到外要找时，今无敢咱才找着呢。哎呀，不管怎嘛，明天佮其他动手术啦。啊，今嘛倒开落去，有命无命也唔知嘞。你还佫袂相信？哎，甚物有命无命？你今嘛是伫乌白讲啥？啊，算了，歹势歹势，我话讲了较紧啦。啊，今嘛七月时啊，唔是七月时啊，你嘛袂用安尼讲啊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是啊，我知影，我讲明着你无爱听，我嘛会当了解啦。啊，不过啦，我是真正好心想要甲关心一下呢。嘿，乖娇啊，小女啊吼，为着明着开刀的代志在咧烦恼啊。啊，你讲这款的歹格调的话，当然小女啊嘛生气啊。是啊，我叫是较慢讲话啦，爱想到啥就讲啥。啊，不过伊真正是替明德咧烦恼，吼，啊，无怕伊，你莫放伫心啦。伊若还蛮讲话哦，全世界吼拢变矮狗啊。莫冤啦。是啦，拢一家人啊，无需要为了误会咧无欢喜，对。哈哈哈！哎，母，头先你讲迄个高档，佮你讲话讲煞就走。啊，是搁出新的计策，要买好名才会得着。清水啊，啊，你妈啊，什么代志啊，拢先去想着钱好无啦？清水啊，啊，当好名迄边卖偌济钱，甲咱也无关系啊，你问这是要创啥啦？即问都赶紧来讨论，看要怎叫迄个高董事长，给迄公妈紧刷出去，毋则较重要。阿婆啊，是有甲我教一个方法啦，用八卦镜哦去劈开迄对门锁，这吼你毋免烦恼啦。嫂啊，唔是我无爱相信阿婆啦，迄对门煞是有阴影哦，拢是运势较弱迄边呢。啊，即马高档迄长旺呢，啊，迄个煞看那撇拢有限啦。
呦，唔是我爱讲一个拍七碎的话啦。即马咱林家拄才面着出状况，爱开刀以外，啊，咱阮清水啊，为着要救你，才手嘛受伤啊，啊，搁好成啊啦。讲啥物去病院摕药啊？坐椅啊，坐到嘛跋到变质就行啦。啊，搁阮明明啊，已经嫁出去安尼，啊，伊嘛好心讲要替清水啊去处理迄笔债务啦。啊嘛，母甲互再生伫怪罪，伫无欢喜啦。啊，你看，啊，咱两家啊，两家拢有出问题呢。若无赶紧处理哦，即马后一日嘛毋知要轮到啥物人出代志。小马娇啊，啊，家拢哦，阮有法多做，阮都拢已经做啊啦。啊，是要搁处理啥物话？阿兄，你挂迄个八卦镜，迄边哪有法度处理问题啦？啊，既然等下有事无人好，变人袂过哦，啊，不如就。啊，不如安啦。不如，姐姐，你讲。好啦，阿兄，我著先甲话讲好清楚哦，啊，你则袂去误解我的意思啦。拄则外交嘛讲啊，恁好面这边哦，那地要卖偌济钱哦，拢甲我无关系，我唔是为着钱啦，哦，所以我是建议。啊！你归去和平，这地也卖掉。啊！你唔来，当解决煞气的问题。啊！而且手头够久，几千万呢，哦，用现金去买一间新的厝，啊！恁规个话搬遐大，啊，唔是较舒适。我个纯粹啊！啊！你遐讲遐尼济，啊，就是要苛劝我咧卖租住，我就无可能会安尼做你。阿兄，租厝已经存到一半啦，无啊，对。啊！你安怎酒条吼？这块地已经无完整啊啦！我知影啦，但但是母家安尼拢是我家己做起来，吼，我是对不起母啊，我对不起你阿嫂啊，我对不起林家的祖先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希望咱林家用任何人搁出什么意外啦。是啊，兄，啊，但阮那边嘛才卖3000万，迄高档吼，足好个呢。一年出一个足悬的计数啦！哎呦，你规气卖啦！啊，这都无可能啊！我嘛讲过啊，啊，不管哦，人出偌济钱，我就是哦，绝对无可能会卖嘛！哎呀，迄自从高价迄公仔一签入来哦，咱倒都歹事连连的，你卖这么铁气啊啦！好，你实在啊，我平大跟你讲啊，阿爷。啊！你安尼都袂当解决问题嘛，对？清水啊，恁那边互拍卖，你一定对不住恁阿爸，你知无？啊！你即马搁苦劝清风啊，来卖这边的土地哦。我是真正希望厝里大大细细拢平安啦。我无想要看到讲这个对门线去影响到任何一个人嘛。对啊，我嘛是想要帮忙解决问题。啊，要解决问题哦，无一定爱卖阮这边啊。啊，你嘛应想办法，甲高档市场迄边甲买转来啊。好啊，是啊。啊，无你这半边贷款借我，啊，我着想办法来找高档讲。你免少想啦。啊，你看，你要叫我甲两边土地买转来，你阁歹甲人斗相共，啊，你这毋是要为难阮哦？嗯。啊，即摆是啥物人在为难啥物人？那是因为你的土地去用拍卖，才有这侪问题呢。啊，你唔着爱想办法去解决。嫂啊，啊无钱是要安怎解决啦？啊，你来想啦，我的土地去用人拍卖，我嘛才无愿意呢。迄价值上亿的土地，我才卖3000万，啊，你讲我的心拢袂疼？哎呀，拜托啦，你莫安尼讲真好无？我真正为了大家好，这个对门山吼。啊，迄什么山哦，对我来讲拢无差啦。啊，做人就爱脚踏实地啦，啊，唔通做到一挂遐违背良心的代志啦。我都唔相信讲天公伯啊无目睭。哎呀，你嘛食到这个货啊，对？啊，人情世事你嘛看透透啊啦。我请教你啦，这个社会间所有做歹代志的人一定有报应，对唔？这影响运势的原因真多啦，唔是你所想那尼简单。不管是好运啦、歹运咯，我做什么代志哦，对得起着我家己良心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清水呀、啊。
就算讲吼，青花要甲这片土地卖掉，我嘛无同意啦。阿母啊，啊，你之前不是讲你拢袂管这个代志啊？安那？我改变主意明了少。我甲你讲啦，恁阿母吼做什么代志，唔通讲怪风水，怪什么煞。恁就是咯吼，无照起工来，无照步来，干那要偷工减料啊？偷食补安尼一大堆啦！我甲你讲啦，恁吼都爱改变，恁来小反省检讨一下啦。有啊，我已经检讨反省真侪摆啊。嗯。啊，恁吼无觉悟啦，啊检讨几啊摆，哪有啥物路用？好啦，既然无改变主意啊，咱都讲无啊。父啊，阿爷嫂，我们是来。阿嫂，阿嫂，伯公伯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你那走出来了，也进你店嘛？啊，你伫内底休困就好啊，你是。哎呦，我都已经倒几工啊，我即摆目睭暗起来，啥物拢看袂着，啊，啥物代志拢袂当做，就敢咧困同款。妈，歹势啦，我即摆拢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啥物代志哦，拢放你一个人咧做。你即摆吼？顾好家己是上重要。这两天我看你两块点出来的也无注意行行，我安尼啦，明仔吼点休困，阿妈带你出来行行，好不好？唔免啦，我伫咧厝就好啊。你若是带我出去，就麻烦嘞，还是买啦。哎呦，麻烦啥啦？咱母仔囝吼，手牵手，阿来外口行行。啊，坐车，妈拢在你身躯边哈。嗯，妈，我真正无想要出去啊。我知影你是好意，无等我纱布摕落来，啊，目睭较好诶，我才陪你出去好，知影无？啊？不过，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去无用你诶，好，莫插我。好啦，好，阿你坐哈，哈。唔知影纱布摕落来了，我的目睭敢真正就会好起来，还是一世人都无看？小茹，一定是因为甲造成我的困扰，才一直甲家己关在厝内。关咧落去哦，是要安怎才好？要送水啊！啊，无就刚刚嘴干，想要啉水啦。嘴干，你甲妈讲就好啊嘛。你坐咧，坐咧，慢去倒啊。好，好，你坐。多谢妈。好。哥，你来啊！你哪这厉害？我还没出现，你就知是我。脚步声无同款啊！我以后若是真正无看的，我应该真紧就会当死。来，不要停哦，到到你。多谢。你当然厉害哦，365行，你每一行拢做过，所以你的适应能力一定是上强的。你即马是咧甲我学咯？当然是咧甲你学咯啊！
你唔知你是百变女郎，你每一届出来的造型都无同款，对吧？你会当是穿热裤的酒醋小姐，嘛会当是温柔婉约、婚有色淑女，我都是穿白衣长靴的辣妹西索米，今嘛又果是木乃伊。哎，什么木乃伊呀、啊？我只是甲目睭包起来呀！哎，拜托，你很冷呢，你很冷。兰姐，麻烦你拎起来，今晚洗干，小路会过。好。你是够办法的，我你啊一来吼，啊我小路人笑干。哦妈，拜托的，我是就变叫就变叫来配合你，好不？兰姐好。哎，今日当麻烦你，搁变叫配合我一届。曾玉如小姐，我刚有这个荣幸，会当邀请你吃饭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林先生。你吼，带阮小茹吼出去吃一顿饭，安尼，无头到尾要叫伊出去吼，伊拢唔肯呢。妈，我无想要出去啊，我那出去就无方便的啦。袂无方便啦，小茹，我甲你讲，我今日拢无食物件，巴肚作妖的。嗯，啊你巴肚妖，你袂晓家己去食，你带我去要创？哎，唔是啦，我就感觉你最近一定无好好食物件。我是较介意以前迄个有无小花爸爸较可追迄个曾玉如啊，你即摆咧上瘦啊，我看袂惯势啊，吼。嗯，啊就顺便减肥啊。一定袂安尼啊，安尼袂要紧，来跟我做伙食饭，安尼我就陪你做伙减肥，吼。哎，明星哥，啊你拄则毋是讲拢无食，安尼哪用诶？三顿无食拢袂要紧，敢有差这一顿，对无？小茹啊。啊！你要敢要看明星，啊，不爱食这款物件吗？我感觉伊最近哦，迄面色哦，安尼青顺顺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陪你去。小茹，小茹，你真正是我看袂着囡仔内面，心肝上善良迄个。唔好。啊，明星啊，我小路搞我的哈。哎，没问题。好，啊，我来去啊。好，妈妈拜。好，来来来。哎，兰姐，你跟我顺便吃啥物件？我两边替你提的。哎，唔免啊，那外口的物件伤油，我嘛袂当吃。忙出去了，哈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啊。明星哦，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查甫囡仔。若是小茹有遐福气哦，甲伊做伙哦，多好啊！我知啦，我就是伫门口哦，等因走了我才入来啦。这给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兰，你要讲这一百万是我的自责嘛好，是要弥补小路也好，我敢若希望讲这会当对有淡薄仔帮助。予伊接受上好的治疗。玉琪，这是小茹即马上需要的，毋是干那钱尔呢？你的意思是爱我甲关心？我是要用什么身份？就算讲吼。不是用亲生老母的身份，不过上起码你嘛会当关心一个一时代。
免啦，安尼对咱吼是增加困扰啦。不过小茹是你，阿兰，卖阁提起我甲小茹的关系啊。我今日来遮是真冒险的，我本来就希望讲咱大家上好卖阁见面，安尼才会当避免永和甲小茹的身份秘密曝光。你什么都没讲啊，把指标收起来了，让小茹接受上好的治疗，目睭才会较紧好起来。好啦，这一百万哦，我会拢用在小茹的身躯顶啦，啊，我绝对是袂去用到一仙五厘。我绝对相信你。我实在足无路用的，小茹即马安尼，我既然无得替伊做啥，你已经为伊做有够多啊！我知影你是真正用心在甲照顾，钱若不够，你才阁打电话给我。尤其，我替小茹甲你说多谢。不用跟我说谢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替小茹做的事情。我来找当初我跟尤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已经做出错误的决定，改变着小茹甲永和的命运。即马唯一会当做就是利用这笔钱哦，紧甲小茹把酒摇好啦。哥，你是从来都会值班啊，干嘛就麻烦呢？没麻烦的，今天这个所在啊，算是咱两人包场。包场？这么大手笔哦！你就知道我用心良苦啊。嗯，不要再耍神秘了啦，这到底是倒位啊？有真济代志，就是爱想神秘，才有法度有惊喜，你知道？大娘。来，往前走两步。好，这边，这里，这要放。好。在这用餐进行啊，先饮茶。酒好吧？茶好。这是居酒屋啊。你确实是厉害，敢若靠一块杯啊，你就知影即摆伫个居酒屋。安尼靠近你平常时打工的时阵，我真认真嘞。嗯，我做工课的时阵，当然嘛就认真的啊。是讲以后，唔知影谁会请一个看袂到的人做工课。第一道菜，招牌综合手卷，来，去我。请过来，坐下。嗯，好吃哎，没想到这个秋菜这么好。综合首选，来宾有真侪食材，鲜虾、芦笋、鱼软、蔬菜，加起来都是一个美味的综合首选。都请求你赶快做过酒醋小姐、婚友社。辣妹洗手面，搁伫鱼市场做过上回的小妹，加起来都是一个美丽的曾玉如小姐。搁真会讲话，一定来。第二行菜，鲑鱼软寿司，来，这些我。
你敢有听过鲑鱼回流的故事？鲑鱼若是要产卵，一定回去伊出世的所在，费尽千辛万苦，逆流而上。不管伫个中途拄着偌尼济困难，伊绝对拢袂放弃。这种不畏困难的精神，值得咱大家好好学习。第三行菜，竹夹鱼寿司。情况嗯，好苦哦。一开始你会感觉真苦，因为愈吃，你就会感觉鱼仔的甜味渐渐走出来。真是安尼，甘甜啊甘甜。就敢若咱人生同款，先苦后甘。只要你忍袂住，有耐心，好好振作，最后你人生的结果一定是甜美的。第四行菜，来，玉子烧寿司。我上爱玉子烧啊。玉子烧看起来真简单，要么伫咧制作过程真复杂，因为要做玉子烧，一定要真有耐心，一层人一层人啊，真细腻的煎，若是咧无注意，玉子烧都会破去，味嘛会走去，就跟咱的人生同款，假使你的人生想要有一个甜美的结果。你就要付出代价，虽然过程真辛苦，也不过这嘛算是一种挑战，敢不是？什么叫寿司？这样亲密意义？你无讲，我拢唔知影咧。所以你听出来？听出来啊！我够知影，你的用心良苦。那安尼你应该嘛知影，我甲南姐就关心你啊。其实我拄开始知影我家己有种病的时阵，我逐天过来就惊吓，我就惊有一天我会真正无看。所以你才会这么打拼，一直想要赚钱给兰姐，因为你惊以后我都去照顾你。是啊，我从来唔捌想过我家己的人生。一直到今嘛，用纱布甲目睭包起来，真正无看的时阵，我才会当体会真正看到的是啥。那安尼你今嘛看到啥？我看到你有偌好，看到我真正就甲意。我看到。一个嘴这么歹的人，原来伊的心是这么善良，这么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原来你是一个大好人。我哪里才知？林金哥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这么用心，给我这么做鼓励。你对我好，我会永远永远放在心肝。你向我这正经哦，我干嘛做没关系？哎，所以你自己先正经的，两米鲑鱼软寿司，两米鲑鱼子烧的。钓钩五嘞，尾鱼寿司。尾鱼？哈？哎，你真正爱我吃到变成尾鱼肚哦，我才不爱嘞。哎，别急，我已经做好，你另爱吃。哪有人这样子强迫人家吃的？有嘞，就是我，你已经拄着啊。哎，是安尼啦，这两天哦，我要去嘉义一撮。啊？你去嘉义？
明天开刀需要钱啊，所以我拜托泰国，泰国爱我去家己收一寡钱回来，啊，伊会贴我一寡车马费。是哦，泰国真正对恁足好诶。唔，那是明天，你嘛需要。你真正比咱唔讲诶。无啦，我咧想讲哦，我爱做虾米菜，才有法度甲你这个大胃王求吧。乱讲，谁大胃王？好啦，这明天你请假，那请假无够，我再做回你啊。有够啊，真的，你看就请诶，好假。这林阿清水啊，实在有够苦哦，吃我够够啦！今日西人我的后生啦，跟着阮新妇来偷我的钱，来陷我家己，哦，我来甲这种人在做亲家啦！你来要创啥啦？啊！阿妈，心情慢。哎，厌气。哎。今晚做我协理哦，我嘛是赶快上去。丽珠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今仔日了，免想要替阿扁哥讲情啊！我这摆无可能过原谅伊啊！你想讲恁囝甲我斗啥哟？人伊无啦，是恁陈宏甲我讲的啦。陈宏讲的，哦，那遐尼高话啦，创哪知影呢？吼，我都袂应该讲的啦。你是咧讲啥？伊是恁某呢？伊无关心你，要关心啥？伊即摆人伫大陆，阿婆都伫台湾照顾你。伊咧烦恼讲哦，你性地歹啦，迄个性来行起啦，碰碰叫啦。好好的代志经过你的手，根本都无得收煞。无，这是要安怎收煞啊？啊？伊这是犯法呢，啊，毋着好佳哉。我是阿扁的老爸，啊，即摆换做别人的时阵，别人会当甲顾呢，你知影毋知影？啊，就是因为你是阿扁的爸爸，阿扁唔才敢安尼做，而且伊安尼做，也毋是为着伊家己啊，伊是为着你甲清水安尼。伊安尼根本就公私无分嘛，啊！伊伫咧帮因某来讹我的钱，啊，毋着好佳哉，我伫看迄小婆仔也有问题，我赶紧去甲动。哦，啊，若无，毋知影要互伊讹偌济钱哦，摕互清水啊啦。啊！你迄钱，伊是该暂时借去周转安尼领嘛？哼，什么安尼领啊？无彩啦！无彩，我对伊哦期待遐尼悬低的，啊，有影让我足失望。啊，你嘛是同款，因为啊，你足搞的吼，后生会当嫁个方向挪用公款，哼！你即嘛是咧讲我是不是？歹势啊！我就是还蛮够囝啦。我给你回信你好不好？别住啊！我无在怪你啦，哈！你无在怪我，无你是啥物？我知影啦，你即晚心肝头是毋在想，谁人知你家是这种个性？当初吼，都甲伊卖相你就好啊啦。爸爸，别住啊！
你莫安尼啦，啊！你唔通袂记得哦，当初是你放手我甲阿斌做你走的，你走路去大陆哦，你负责是我派的哦，嘛是我替你来管的哦，你逍遥自在吼，所以你才有今日的成就，有今日的地位啦。你即马安怎？辛苦两千字啊，讲话就再大声。那你做的唔对哦，跟恁囝比起啊，恁囝这是三百年啦。我都讲过啊，我不怪你咩，是讲今仔日咧发生这落代志啊，我生活安尼足艰苦的啊，对不？无你比较情况咧，咱安尼将心比心啦。今我做你的时阵，恁囝来反背你，搁偷乌你的钱来给别人，安尼你会受气啊袂？啊？会啊，我会气死啊！我把阿斌赶出来，该当作母仔管的，安尼你欢喜无？啊对啊，啊你都甲我同款啊，有这款的感觉。我今日是讲感觉因两个阿仔某吼，啊有较超过淡薄，我唔只伫咧受气啊。哼，你受气，应该受气的是阿斌甲明明吧？啊，伊是要叫安怎啦？是因伫咧乌我的钱呢，唔是我乌伊的钱呢，伊在咧气火大哦。你有影是愈老愈烦癫，啊，十头呢？我借问呢，两边拢是个时代啦，你叫这两个囡仔，阿为倒一边较好，啊？啊，后来迄个薪水啊，伊问题吼，啊，甲囡仔都无关系的啊。上好你是安尼想。我会记当初阿斌甲明明要搬厝时阵，我嘛是安尼起心动念，一工工到外郊后，都弯都搭啦。尾下我想想，安尼嘛毋是办法呢。咱大人的思考，甲咱的温暖，踮啊咱这代解决就好啊。啥都爱连累着是谁？安尼毋是用做歹做人诶。啊，其实哦，亲嘴诶代志，伊那是无辜诶人。我安尼听你讲起来吼，有影啦，我对伊呐吼有较歹下手啦。你家己知就好啊，我都甲你讲过，伊安尼做是为你甲明明好啊。啊无，你要叫阿斌买只金饼看你过明明阿爸。哎呦，伊就希望讲会当替明明做一寡代志，所以毋知啥好多。我了解啦。你了解上好啦，其实咱囝吼，足捌代志，阁足友好诶。当初因为你一句话，你叫伊去你诶公司上班，伊就乖乖啊去，甘愿放弃上爱唱歌呢。伊就想要证明讲吼，伊伫你心目中是无共款诶囡仔，一定会成功诶，敢毋是？对啦对啦，我记起当时吼，阿姨阿斌为着改行。安尼足打拼呀，足甘心的咧。安尼知就好啊，阿婉啊，你是不是当我拜托啊？你怪着囡仔哦，莫安小手作歹，碰碰叫伊哩干嘛？好啦。是囡仔吼，已经知伊做唔着代志，伊安尼做哩足失望的，伊的心情哦。比任何一个人搁较艰苦，你着原谅伊啦，好无？是安那？我无想要回去啊！Ben， 我知你无想要回去面对爸，啊，不过代志总是爱解决的啊。咱即摆距离好啊，甲爸回信嘞，就无有代志啊啦。无可能啦，即个代志毋是回信嘞就会当解决的。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逃避嘛不是办法啦。
咱即摆应该做会晓，我想办法求百万两。你嘛知影爸的个性，伊就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。我即摆安尼做，一定对我足失望的。我哪会这么糊涂啦？我明明知影这是唔对的代志，我是安怎会答应你的要求？所以你即摆是咧怪我？我唔是咧怪你，我是咧怪我家己。我明明就知影这是唔对的代志，我哪会去答应你啦？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我承认是我做唔对，我无应该拜托你做迄款代志。你要怪我嘛，不要紧啊。明明啊，我真系无咧怪你，我是咧怪我家己。我咧怪我家己是安怎，连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唔对，我拢分袂清楚。好在个代志不敢安尼乱吵吵。其实我嘛就自责的，当初你若无答应我，去挪用迄三十万，今仔日根本就袂发生这样子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实在想无呢，我就讲我要负责，是安怎恁爸，搁要去找阮爸理论？爸是认为恁爸使人咱去挪用公款啦。我都甲伊解释过啊，唔是啊，是我甲伊大出大意，跟我爸无关系。恁爸目的就想要给阮爸歹看尔嘛。恁爸若是愿意害钱，爸就免走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啊嘛。啊，今日就无这个代志发生啊。问题是，唔是阮爸无愿意害钱，是真正无钱啊嘛。我就讲过遐个钱，我摕好钱给大哥啊，是要怎害的？啊，搁有啊。恁爸去申请去强制执行，给阮超工刁难阮爸。阮爸这毋是刁难，这是就事论事。你嘛知影爸的个性，就是公事公办嘛。啊，既然欠钱，就是爱害钱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啦。无唔对，不过恁爸嘛袂当安尼，包括咱两家伙仔的感受啊。而且在阮家上困难的时阵，比阮爸还小。不过恁爸，到时候参详，根本无搞到新妇嘛。你即嘛是咧讲啥？是恁爸心无顾虑，咱的感受。当初大家欢欢喜喜要合股的时阵，伊是讲好话尔好听，啊，结果嘞，偷工减料，代志本来就是伊先做唔对的，是有啥物好讲的啦？我知影，阮爸先做唔对，啊，不过伊离开公司啊，敢毋是？我所来这部的问题，大家坐到好好参详看卖嘛，想怎要用强逼的手段啊？大概若是讲到这部的问题啊，恁爸就是超工伫遐摆烂嘛，伊根本就无诚意想要解决问题。你参详参详是有啥物路用啦？你嘛想恁爸太多想过阿爸，大家讲遐话不了阮爸，阮爸才无想要害钱啊！你即摆意思是讲，阮爸足无讲道理的是毋？我无安尼讲，我刚希望恁爸太多咱小改者。那恁恁爸是毋是爱改？够济啊！我阁想要甲你冤啊！你先回去，莫管我。卖你妈在等你忙啦！好，来来来来，结束啊，我听无聊。哎呀，你，我咧讲哦，你们囡仔等啊，成熟较好诶，唔一定共囡仔骂啦。好啦，我就看情形啦。妈，哎，丽萍啊，啊，你啥时候来啊？啊，阿奶在哪里？阿奶无阿边。阿边有代志啊，小等就转来。林霞，那不够硬硬，你靠我，你能玩几久？阿伟，你有看到？
这就是我今日发生的代志啦。两个囡仔冤家啊啦！爸，真实的，这届两个公款真正是我家己大出大意，跟其他人完全无关系，莫怪别人啊，好不好？明明啊，啊，你都巧巧人来做这款的代志啊？是的。好啦，啊，以后我跟恁爸爸的代志哦，我看你跟阿伯拢莫插手，知？好啦，我知。哎呀，有鬼啊！啊，小酒啊，小啉一下，头壳安尼烧烧酒啊，我来提一下啊。小蛋啊，你是要骗你倒啦？去到你的房间了，明明跟阿斌的，你伫遐啦。好嘞，好嘞，我来提者啊。行好嘞，茫茫。袂啉要幸啉。我伫个台顶表演是这么快乐，是安怎今麦变做安尼？不管做什么拢唔对啊！艰苦啊！阿边哦，就是因为心情歹，唔使跟你冤家。啊，我知影啦。你当初讲你安尼做，会当减轻你爸爸负担，结果嘞，你母家颠倒害恁爸爸，家变爸，产生误会，你知影无？妈，啊，就是因为我看到阮爸妈才拄当过手术，即马阁为着钱的代志咧烦恼，我真正就唔甘的呢。我唔知想讲想办法替分担一寡。妈妈知你做有效的，也毋过你要做这代志进前，你家己小想一下无？你敢有这个才调？你敢有这个能力？啊？你叫阿边申请挪用公款，这个代志哦，你错甲足离经的。妈，我拢算好啊，我想讲等后个月我的奖金，阿个薪水落来，我就当随报转去。我真正唔知影代志会不干呢。所以啊，哪来讲哦，千算万算，唔得来听一回啊。妈妈就希望讲，我这代稳稳稳稳。莫去牵连着恁这个少年的，啊，偏偏代志就是变甲安尼。
互恁做歹做人的吼。妈，其实阿斌哦，也要重伤为难的。我知影伊做想要家己事业做会成功，伊都爱顾着因爸爸，嘛都爱顾着你，甲恁后头厝的人。阿斌上歹做人啊。心情我当了解，啊，不过伊嘛袂当安尼对我。对你讲的大细声对无？明明，今吼咱讲一个无算赢啦。换一个角度来想，今日是阿扁的，恁爸爸对你有哈尼啊多的期待，结果你都无法度完成，安尼，你会安怎想？所以啊，阿伯应该你冤家哦，伊绝对是无歹意的。拄只我的态度嘛无好，其实讲起来，过个代志拢是我的不对，我真正无应该找伊冤家。阿姐好像，阿母中间有什么代志无妥解决？卡通电脑该换一个就好啊！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。你无接电话呢？哟，啊，可能在开车啦。你是搁咧生气，无想要接我的电话对无？袂啦，你妈也袂想，卡一通试看卖，吼。唱这条歌的时阵，一定无想到，阮后来发生这么侪代志。我觉得查理瓦杰水宝很幸运呢。有，我真的觉得我好 lucky 哦。奶奶以后赶快听我的话，人讲听无嘴大富贵哦。那是当然的啊，总。我的廖尊公结婚了后就是幸福快乐的开始，谁知我竟然因为许多人的代志。冤家安尼，我当然代志我是为了你身上呢。我知我爸跟伊交迄假的资料，我是毋头一个跳出来替伊讲话。即摆讲我大小姐，讲我咧三姓的，我若真安尼，讲出替伊做遐尼济代志。我伫恁爸公司上班啊，我一天到晚做牛做马，我做到要死要活，伊敢有甲我胡闹过？我甲你讲啊，无，一句话拢无啦。
啊，今麦出代志啊，有啥物技能都送回我家来，我敢有怪伊？我嘛是拢同款，我替伊设想，我死硬去甲人拜托，去甲人讨食，我安尼做是为了啥？啊，唔就是因为是你爸爸？唔管我对伊安怎不满，我拢要叫伊一声爸爸啦。你若是感觉伊到我这位就无奈、就痛苦，那离婚啊？好啊，你要离就离，你欢喜就好啦。之前在这边驻唱的时候，我常常来听，哎，我很喜欢你。谢谢。我可以帮你跟你拍张照吗？啊 ，OK 啊。谢谢。谢谢你。哎，我之前有买你的专辑，哎。谢谢。可是为什么后面没有再出了？因为我换工作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再唱歌了。哇，好可惜哦！如果你继续出唱片，一定会大卖。谢谢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再继续出唱片哦，加油！走了，拜拜。出唱片啊！那已经是我久以前的代志啊！小鱼，你来伫遮？我常常来遮听歌。小鱼常常来遮，敢是因为我的关系啊？斌哥。你敢为了准讲，我常常来遮是因为你哦？好啦，我无安尼想啦。我介意来遮听歌，是因为这间 pub 予我一种疗愈的效果。斌哥，你是安怎？心情无好？有啥物心事，你应甲我讲啊！我当你的听众。我啥物代志啦？啊，都阿公阿婆冤家尔。哦，阿公阿婆冤家真正常啊！我甲你讲，你稍等下回去的时阵，就甲明明回一声失礼，安就好啊。夫妻床头床，床尾和。啊，不过大概我甲明明的冤家，拢毋是我甲明明的问题。那呢是为啥物啊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的演唱，接下来再为各位带来一首我自己自创的歌曲，希望大家温吧，高温点啊！你们个人哦，你合作心理，不过心理上出问题啊，今仔都听过，今仔搁要小讲。啊，这严重，无怪哦，听人咧讲。结婚不是单纯两个人的事情，是两个家族的结合。相爱容易相处难，起码这句话，我才深深体会到。哎，斌哥，你莫我白想哦，婚姻生活是要好好经营的，本来两个人就是要互相学习的。你讲有道理，自从我结婚了后，我才了解。有足侪代志爱学，爱学安怎跟丈人丈母沟通，爱学两个无共家庭大汉的人安怎斗阵过生活，爱学安怎打拼趁钱养家糊口，一寡梦想的代志，不要常常挂在嘴边，来去了解，
现实的艰苦。无这么严重啦，我感觉做人就是爱有梦想，这样才有动力去打拼啊。你若是愿意哦，马英继续做你喜欢的音乐啊。小鱼，你敢知影？自从我结婚了后，我肩胛头都有责任，都有负担啊。梦想，也是音乐，我早就放弃了。不要那么消极啦！我相信哦，只要有梦想，永远都不会太晚的。嗯。多谢你的鼓励，好久不见 ，Cheers。出来底，大家落去拼厝内，啊，落去市场买菜、切水果，整理我的房间。啊啦，做到安尼拢袂忝吼？袂啦，啊，而且我去做紧紧啊。哎，爸，你先甲药仔食，啊，等者我再陪你行棋，吼。啊，你嫁过去以后，大家拢做只石头，有分量就唔差啦。看你这摆卡手变到这尼啊溜咧，这是一定爱的。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下班啊，倒去厝咧，啊，伫咧路啊，我拢会想讲，回去了后爱先煮饭，还是先洗衫，啊，路线哦，拢爱规划好好，安尼一日哦，我开始做，做不两点就我做好啊。安尼你唔得拢无时间通我休困。啊，家人啊。上重要的是把厝内看好好，啊，这嘛是你甲我讲呀，对不？嗯，爸，你莫烦恼啦，啊，我会当做的我就尽量做啊，啊，做袂来我嘛会请国华搞到三工啊，好，放心啦。安尼好啦，等下吼免陪我行去啊，先去休困。嫁过去以后，看你愈来愈瘦。哪有啦，爸，我今麦是厨余处理机呢，啊，大刚天黑哦，剩菜剩饭，刚刚我裤筒就矮呢，就敢裤哎。讲干呢，你敢是喷汤了啦？看你跟你大家来大做伙，规家伙遐尼侪人爱哄抬，这个饭碗哦，不是遐尼好捧。啊。你看，阿爸都安尼好好无代志啦，你明仔吼就转去。先食药啊，来，哦，食食的我来摇头卡，来，哎，好。我回来照顾爸，大嫂对我真不了解。我等一下才无闲耍，就回去找看卖有啥物所在需要斗相共的。爸，我有物件哦，袂去摕啦。啊，你等下先困，莫等我，吼。安尼好啦，安尼等于厝内底困就好啊，莫搁回来，哈，等于厝困好。袂用的啦。你今麦受伤不方便，我袂放心。啊，是你袂放心是啊啦，我咧困就困，敢有啥代志爱做个哦？我倒来煮个营养早餐给你吃，啊，若无你起床一定食迄糜啊配罐头的，对不？你遐两边走来走去，伤忝啦。袂啦，你看我足精神的，放心啊。我真正无你个法嘞，家己较细腻个啦，啊，若想话哦。叫国华开车载你回来。我知啦，爸，家在休困啊。哎，你要麦当劳？感谢你啊。小平个性跟我同款，无想要麻烦别人。
伊若继续待在家，一定有亲家因讲话。师傅，我已经抓半点钟啦，敢免小休困一下？袂用哩，我今日要出发哩，无陪我去做产检。啊对对对对，啊今仔医生是安怎讲啊？医生讲我出血情形若无改善，可能就要断言台啊。断言？哦，我看你出血应该是因为哦，迄葡萄去冲刷着啦。无遮严重啦，莫大惊小怪啦。医生讲我这出血是宫缩，这足严重的呢。什么宫缩？什么我讲啦？子宫收缩，够你麻烦，赶紧去问医生啦。哇，大家来去病院，做产检时阵都看到别人，拢有阿姨边仔来甲照顾，看我家己又感觉我家己足可怜的。即摆小平阁无伫厝啊，嘛无来咱做厝内工课，着干我尔，我是要安怎好好安胎？好，后盖你若产检吼，我一定陪你去。等你产检煞吼，我则陪你去养茶。哦，你上爱迄间迄旋转花园餐厅着，陪你去吼。好，过来陪我去做十八，来去外口等我。嘿，无问题，看你要安怎吼，拢随在你吼，我全力配合。爸爸，你在妈妈肚子里面一定要乖乖哦。啊，妈妈觉得你要不是小帅哥，就是一个小美女。哦，老公，爸爸给我疼哎。啊，下去了，来，我摸过来。哎呦，真正嘞！哎呦，哎，宝宝，哎，我是你的爸爸哦。哦，爸爸，你明仔替我去跟妈跟燕飞讲一声。我一定唔是超工，我来款厝内工课啊。我医生一直跟我警告，伊叫我好好安胎嘞。你看，我一间我就刚刚去倒三间报道尔，结果就一直出血啊。你敢愿意看咱的宝宝真正变作小天使，去不会去？哎，别，拜托别乱讲啦，已经拢五个月啊吼，真稳定啊啦，吼。那无好好照顾，啥物意外拢有可能发生诶。好，我来甲妈讲啦。看你的表情啊，就感觉这么健忘诶啦。为什么小平就当讲，伊要照顾伊爸，就当去伊后头厝？我哪天我袂当恶意啊，我就讲我要好好照顾我的宝宝啊。哎，你莫大概哦，拢提小平出来讲嘛，按爸爸受伤，伊当去照顾伊嘛应该的，是毋？对哦，哪天讲起来，是毋是我出血嘛是应该？你过火，做恁家大汉媳妇真正是有够衰呢。我刚刚甲小平念一下尔，哎，就甲燕飞，哪天联手来对付我？什么对付啦？大家拢一家人，互相体谅一下，是无？在说什么啊？哎，那你嘛无徛伫我这边哦。无啦，水某，你就知影我上支持你的啦。啊无，你敢无伫遮吼发表我的爱妻宣言？慢啦，听袂落啊！有啥物爱妻宣言我讲？先去帮我拍。哦，是。过年之前，先放音乐给宝宝听。Yes, madam。
水宝，这音乐有好听不？嗯，好。好好，要较大声不？一个个好。好。爸爸，妈听到。啊，听到了。我来泡个面汤。范姐，范姐啊，拍手啊！哟，哎哎，好听说。哇，迄个方案我甲迄个黄议员拢讨论过啊。是啊，啊你等下吼。老公。啊，水宝拍手啦，这通电话真重要，我看五年后你家己办啦吼。哎，是，哎哎哎，哦，无啦，我方案无在手头啊。第几条？第三条，你点好听，好听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，嘿哦，在运动公园，无唔对，哎，几百个小朋友呢，这么多人，安全重要啦，嘿啦，嘿嘿嘿嘿，哎，等下哦，你讲什么爱情宣言？那嘛是骗人的。哎嘿，你倒讲啥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嘿嘿，我是甲你讲过，安全的代志上重要啦，嘿啦，嘿，嗯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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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嗯，奇怪，啊，即马大家拢伫咧房间啊，小平嘛转去后头厝啊，是啥会伫咧灶间内底？啊，佫无开电话啊？还是怎个？啊！阿霞飘啊！今仔等你来面急救啦！哦，爸，再见。
来的小宝宝怎么了？啊，你那个小孩出来病院啦。嗯。啊，大家拢在家，你要叫我给你等在厝的哦。爸爸，贝塔阿姨会不会跟我妈妈一样，因为跌倒，所以小宝宝就不见了？宝宝不会有事，不要乱讲话。哎呀，对囡仔发啥脾气？对啦，啊，遐尼暗啊，爬楼无踮咧房间睏，伊哪会对楼梯跋落来？啊！哎，就讲哦，伊要落去泡牛奶奶啊，后来我就听伊咧喊我的名，敢是去有啥物物件惊到啊？大嫂，有可能是我惊到的。啊？哎呦，哪有可能啊？身装遐尼水，哪有可能惊到啊？哎。小平啊，啊你不是讲要等去后头厝，啊你来香香，搁走倒转来。妈，喂，医生啊，阮某精神安怎？囡仔应该无去影响着啦。花开迄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